哎，厉害了，先哥好，先哥好。哎呀，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整个心旷神怡？没错，有，对不对？这一次啊，我们大家非常开心，是经过了一番的鏖战之后，对，再次拿下金钟奖，来吧，非常非常非常，主持人奖。非常非常非常恭喜恭喜！没有，你也算我们一份子啊！谢谢谢谢。对对，所以为了要特别庆祝，我们要让两位好好感受一下。所以呢，在我们这边立刻要邀请到正妹来为你们庆贺。正妹，对，他们会来这个两位，谢谢两位的一个努力，好吧？正妹进场。得奖！啦啦啦！我没有得奖，我没有得奖哦，我没有得奖，我没有得奖啊！德伟，哦，鸡皮疙瘩，我鸡皮疙瘩钱，走开！我没有得奖啊！哎哎哎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哥，来嘛！剪刀脚，不是啦，剪刀脚，不是啦，不是，你给我刀，好，两位冷静，我跟你讲，你们两位不要对我动手，我欠你们一次，好不好？我欠你们一次，因为真的，因为我最近偶尔会打麻将，哎，真的会睡一年啊，而且哦，不，你就说，真的会倒霉，真的会倒霉的，会倒霉。好，滚！好，那不就是传说中的小龙角吗？对，来了。怎么好心情都不太好？有好的有。怎么心情都不太好？